先转转身，对。那个，你先转，转过来。你去干嘛了？在这里。好，首先要闭嘴准备，后背立直，脚趾尖捅到头。脚尖绷住膝盖，再收紧。五，膝盖伸直，后背扭。七，往上拎。八，走。一，我们往上爬。膝盖直，绷好。脚尖再绷伸伸。点住了，小弟，脚背别松。用力了吗？啊？小背屈往上，二招。好，换来。你们用力了吗？站姿站好来。站住，脖子往上拎，肩胛骨打开，手不要用力，哪个地方带动你们踢腿？小背绷住了哈，小背带哈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。肯定会压，往前慢一点，第一个把杆压好。
后背，转开胯，所有人记住，肩膀，肩胛骨在夹。李瑞鑫，收起，脚转开，膝盖蹬直，脚转开比较抠哈，抠的话是凸不起来的。准备，再往上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。Okay.
七高四上，十九脚背，八七六，你的心说就是你，五四三。脚背呢？四，下面脚再蹬直，脚趾尖捧住，三，稳住了，二，一，控制下，会回家练哈，你再练下节都没节课，就给你一个人单独搬腿了哈，呼吸，收，好，搬后腿，来，你们这边可以搬一点，放那边去吗？对，那个小弟去那边吗？好，我就在这边。对，好，你就来搬后腿，右腿自己搬，五、六、七，上，练一下哈。搬直了的同学每节课都要搬直，搬不直的同学每节课都要往下抓，不能一直在原地。这样，后面的组的同学把把杆往前来，一边站两个。对，往把把杆往前来。走，对，好的，不错，好好，要保持住，每节课都一样，发挥一样，才有进步。好，再蹬，膝盖这里再蹬，抬头抬早了，下，好好，膝盖还差一点，往后去一点，别搬这么近，过去一点，后退一点，这样打开，再搬一次右腿，好好，一边站两个，吕月欣站后面那里，慧慧站后面，快去，好，搬右腿先。往前站一点，楠楠。好，搬右腿，抓住了，蔚蓝，腰摆正，走，走，妞妞。先别低头，别低头哈，搬后腿的时候不要低头，稳住哈，妞妞，先慢慢的去抓，蹬直下面脚站住了，好，定住，抬头，好，抬头完了就空翻两个下去，好，好，反面搬上。好好，对，膝盖那里先蹬直哈，好好，走，先蹬直，对，先蹬直，先想着蹬直，先不要抬头，下巴抬起来一点，左手再往右手再往下抓一点点就更好了，对，右手再往下抓一点点，蹬直，再直一点，脚背再拱，好，抬头，定住，好，后面那一下腰弯一点点，有点这样的腰。左肩往后起，右肩往前了，摆正，你的脑袋跟腿有点错位了，歪的有点哈，反面来，每节课都要练，回家也要去多练，这个就是越练越好的，不练就没有进步，反而会退步的哈。蔚蓝，快点，右腿，每个人的右腿我都要看一下哈，小弟，要有进步，不要每节课都在原地踏步，走，妞妞，快点上。不要我点到名再动啊，没点名的人自己搬呢。后背啊。对，珊珊一个手抓住了，另一个手慢慢的去抓，你可以稍微靠一点点把杆，另一个手慢慢去抓，先找找感觉哈。对，找到了，抓住了，稳住了重心，你的手可以慢慢往下抓一点。对，不动哈，好的，珊珊不错。你看怎么抓哈，这个手慢慢的往后去抓，这个手慢慢的往后，好。然后抓到这里，现在膝盖这里用力，对，发现到这里用力用不了了，要干嘛？手再往下抓一点，两个手同时再往下，脚背拱住，对，好，再往上蹬，再蹬，再蹬，对，只要你发现再没有力了，你就可以手再往下抓一点，这个手可以往这里抓，
好，停，可以坚持，再蹬，再蹬，对，好，就到这，再蹬，坚持5秒钟，五，身体别歪，四，三，对，抬头，二，小背，抬头，头去找屁股，脚趾尖拱住，这样抬一下头，对，好的，一，好，控制一下，哎，慢一点，控制一下，你先去慢慢去找，找的话，跟腿蹬直，和你的肩这里，知道吗？然后慢慢去练，慢慢就起来了哈。来，其他人一样的，快快快！贝兰，小弟我在看你啊，小贝，坚持住！你看你就是掉下来太快了。小弟每次都是，我还没有看到你就已经下来了，我想再看一下你就下来了。后面不要停，楠楠，你膝盖还蹬不直吗？妞妞，蹬直，再往里，手再往里一点，用力，这条腿没有完全直哈。再蹬，好了，蹬，抬头，下。妞妞，你这条腿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条腿是这样的，嗯，好好，这条腿也是差一点，膝盖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一点。蔚蓝，你都没出汗哈。奶奶加油，手再往下抓，不要低头，下巴往上抬。你看，好好，你就是跟奶奶一样的喜欢低头。刚刚下巴她也是往下找的。好，膝盖蹬直，再直，再直，再直。奶奶，你就是肩太硬了，那个扣胯也不行，掉下来干嘛？再来。妞妞搬完了就趴下，趴在地上踢搬，八次，每一次都搬到。好好，再搬一次左腿，试一次。来，小弟，蹬直了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腰是歪的，你完全是用的后旁的腰，不是正的哈。好的，楠楠加油，往下抓。好的，下降不错，慢慢保持，尽量是直腿不翻，可以做到就直腿踢翻，就是直的。走，往上，脚背脚背，好好，加油哈。胯还在，不，肩还在练一下，好好，你的肩还不够，胸腰有点硬。再蹬直一点，手可以往下一点，就差一点点了。好。好的，停住，蹬直，蹬用力，手用力，蹬直，直，稳住了，直，再直，再直，再直，要掉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坚持，蹬，哎，再蹬，你不要这样子转，这样子转，就跟你左手一样子转，你这样子转，你不好用力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好用力，知道吗？手指去变动转，好，楠楠搬起来了不？站前面来，楠楠，站那个好好后面来，我看一下，好好往前站一点，小弟快点啊，不要一条腿玩半天，你们。往前站一点，奶奶，好，好，快点，再试一个，走，慧慧加油哈，慢慢来，不要偷懒，一点一点的进步，右腿完了就左腿换腿哈，你们自己做。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好好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尽量别去弯腰，对，腰摆正，腰不够哈，左手再往下一点，不够，右手往下一点点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先去蹬，下巴抬起来一点，别低，手可以蹬直，再直，再直，再直，好，三，二，一，下，好多了，哎，这条腿有上节课就好了，你看，就差一点点了哈，差这么一丢丢。就是这个地方你有一点这样，没有完全直，就差这么一点。好，来，把下跟他一样的踢板，到这边，来，来。